姐妹们，你们最爱看的吃鸡系列来了。Later， 先来吃一口火鸡面。过瘾指数满分。再来吃第二个，就是炸鸡排。过瘾指数90分。再来吃第三个，这个是无骨鸡爪。过瘾99分。最后一款就是炸鸡。过瘾指数80分。最后再来喝一瓶黄桃。好了，今天的食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